大家好，我是瓜牛哥。好的，第十三波加坦结合取消战斗，取消自动战斗，瓜牛哥赶紧走一波啊，别被他弄死了。好的，这里丢一个大啊，丢一个大，放一个三技能，看能不能控制一波，要不然我们会被他弄死的。没有控制住他啊，赶紧走。哇，这一波伤害打得我非常痛啊，朋友们。好的，我们把大准备出来，走过去，直接开个大，带起下地啊。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第十四波小兵了啊，都已经十分钟还没用。不对，是第十五波小兵，是第多少啊？我来算一下啊，六，是第十四波啊，是第十四波，数箱子就够了啊，大家。这是第十四个加坦杰厄了，朋友们，完了，这一波血大家看到没？刚才直接我的血就没了，能不能来个眩晕？眩晕住我好发挥一下，要不然我们就死了。第十四波了啊，朋友们，完了，这个血什么情况？好的，第十四个拿下，我估计要死在第十五个了，朋友们。哇，现在小兵打我都非常痛啊，这女王扛伤还是不行啊，朋友们。好的，第十五个加坦杰厄出来了，我们估计要凉了啊！首先过去开个大吧，有火，被我说对了啊！打了十四个宝箱啊，朋友们，也就是成功打败第十四个，但是伤害不够，不是伤害不够，是防御力不足，结果凉凉啊！好的，他最后的成绩五、十一。十四啊，十四也行了啊，毕竟是平民英雄，你要装备再好一点，等级再高一点，应该可以打完，没有问题。OK， 那么这一期视频我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支持瓜牛哥，帮忙多多点赞哦，下一期视频我们再见，拜拜。